机车骑士哦，脸部以及身体有多处的骨折、擦挫伤哦，那所幸意识清楚哦，没有生命危险。那警方获报后，立即到场哦，协助伤者就医啊，并且哦，依规定哦，测绘现场，然后来调阅哦相关的影像。那有关噪音的部分，还有待进一步厘清。